位小捞米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集美貌与智慧、可爱与天真于一体的捞娘，捞嫩羊娘。以后每晚8:18，分里与里芒果 TV 蹲你。5月5号，娱乐圈纪检委书记王思聪立了个 flag， 共享充电宝，要是能成，我吃翔，地铁为证。然而，就在5月9号，有媒体称，该行业内总融资额已逼近12亿元人民币。吃瓜群众表示，对于脑沟这段即将上演表演，期待不已，并将死守直播，为小哥哥送上游艇别墅。关注主播不迷路，带你上高速。对此，老娘总觉得你聪哥才是这背后的终极大 boss。如果他不说要吃翔，我到现在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共享充电宝。话说，今年这刚公布的新财富富人榜，我聪哥也和他家的老父亲一同登上了榜首。马云爸爸排名第2，唐僧的妻子陈丽华排名27位，刘强东、张泽天夫妇则排在29位。对此，脑沟也发表了获奖感言。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，这都是后宫团万千少女们一起的努力成果。说起脑沟的后宫，就不得不提今日晋升热搜第一的现任女友豆豆儿，整个型还能上头条，不愧是我思聪的女人。在她的几张 ins 近照中，嘴唇和苹果肌等等都看起来有了些许变化。得知此事之后，网友表示，请问谁才是她的正牌女友？当然啦，老娘觉得不管她整不整容吗，反正王思聪喜欢的都是 same face。看完现代网红，再来看看20年前的家人代表。在20年前演绎过小龙女的李若彤，与在今年演过杨蓉的小花李一桐完成了历史性会面。在各大媒体取的标题里，什么小龙女李若彤成功证明美貌不属单言，这么多年小龙女依然照现，依旧美如少女，小龙女容貌呈现，李若彤永远不老，全靠韩剧床。神乎其神，看得出这一次写稿的小姐姐，应该就是当年写李心如产后还是当年的紫薇格格的那位吧？我什么都看不到。拜托，这闭眼乱吹的技能，隔壁关眼科号走起了喂。著名民谣音乐人宋冬野在谈到自己涉毒被拘生活时这样说道：我号里十几个人，每天无聊极了，新闻联播之前看个熊出没给大伙乐疯了。一个自称是因为压力而吸毒的男人，却被熊出没给逗乐了，从此戒毒宣言就改成远离毒品，多看熊出没吧。5月9号是一个特别喜庆的日子，今天有林宥嘉、丁文琪新婚 party， 孙燕姿结婚6周年纪念日，彩妆博主 Pony 老师宣布结婚，苏可洋洋大婚之日。老娘能理解前两位娱乐圈知名歌手老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心情，但是 Pony 老师是谁？你结婚关我什么事啊？洋洋老师也不是我的羊咩咩，这花式蹭热度的方式本老娘服气。